这个相当感人的现场，要来看就是出身嘉义的影音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英章。伊伫咧22号以胡彪清的名义捐赠嘉义市政府一台的富康巴士，将属医疗仪器产业的何英章加进清函，相当感念胡彪清辛苦将伊请用大汉，所以透过捐赠的富康巴士，希望大家共同来关注解决身心障碍朋友就医外出的困难。关心嘉义乡亲，国内知名医疗器材公司的总经理何英章在22号，特别以胡彪清的名义捐赠一台价值132万的富康巴士，和嘉义市政府。车厢内底的管道会当充分应用各种特殊条件的使用者，嘛来方便陪同家属坐行。由市长涂新泰代表接受了后，希望未来会当协助身心障碍朋友在外出就医的时阵会当更加方便安全。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何英章先生啊，他来捐赠一台富康巴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高级的，特别高顶的这种。高级的富康巴士，一台大概要130多万，有5个座位，还可以容纳2个这个轮椅。我们对我们的弱势群众哈民众，可以说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功能。嘉义市现在已经有15台富康巴士，去年也服务了4万多个这个弱势的人次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哈我们很高兴我们何总经理这一辆富康巴士。加入我们行列。嘉义市政府委托两国孙雄者协会经营的17台的富康巴士，十年来提供优质的交通接送，让真侪服务使用者真感念，自发性来捐赠富康巴士给市政府，也来欢迎行动不方便、身心障碍的朋友会当多多利用。服务的时间是拜九拜五，每天上午8:30到12点，下晡是1点至5点半，让跨辈出门拜访朋友会当更加舒适方便。最新新闻，张国平、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